感恩大慈大悲观音菩萨，感恩卢太上。现在想问一个70年男的属狗的，出国回来之后心情大变。他说什么？出国回来心情大变。出国之后。哦，出国回来之后心情大变。有没有灵性？没有看他的图腾颜色。我告诉你好吗？你再告诉我属什么？属狗的70年。我告诉你，他现在你这个儿子交上了一个女的，明白了吗？姓蔡哦。对，在网上交的。我现在看见他前面有一块镜子，这个狗在前面镜子对着镜子在玩，一定是看电脑。他是不是经常看电脑啊？因为晚上他在网上叫一个女的，他是刚上网找工作。哎，他骗你，上网找女朋友也叫找工作。听得懂吗？我对他什么不了解，因为他不回来。什么？他没有回来。啊，他没有回来。我告诉你，他没回来，他以后还要不理你了，因为他跟一个女的魂都丢掉。那怎么办？把它念回来。念了7张小房子。哎呦，7张，他回来走7步，然后他又回头走。差不多是这样哦。需要多少？啊？需要多少？需要多少？你要把它拉回来，你7张怎么够啊？我因为我不懂，我对这个小房子。你小房子。你这个儿子，我告诉你是个讨债鬼。你生他的时候，台长都看到难产，生了很长时间，通了半天。我告诉你，从小生出来就身体不是太好，一直身体不好。我告诉你，讨债鬼你都不知道。你好好的忏悔忏悔吧。孩子如果有讨债的话，你一定前世有欠债，所以你必须要好好念礼佛大忏悔文，每天念一遍，几个。哦。你们大家不要向他学习，因为我不懂。念7张小房子，念一遍礼佛大忏悔文。因为我刚刚才接触到了。好好念，太少了，明白吗？多少？你现在给孩子用21张、21张不停的念。那够。就自己功课做了再念一下。对，你如果不做功课，你小房子念出来没有 power， 没有力量。你如果自己做功课了，你再念了，你会有很有力量，明白了吗？然后就是21张是一次过烧吗？对。哦，好不好？放它好的位置。啊。小房子要到什么时候？一直念到这个孩子回来了，心定下来了，好好的读书，好好上班了，你还要继续念，听得懂吗？好了。刚刚能不能找到比较稳的工作？因为他一直在。你先把它念回来，就靠你现在这个念几张小房子，不要说工作了，连孩子都回不来了。好了，下去。请问5年属虎的看有没有？不看了。你要好好念小房子，听得懂吗？业障很多，业障很多啊！好，老妈妈，待会儿啊。